I'm holding on your rope, got me 10 feet off the ground. And I'm hearing what you say, but I just can't make a sound. You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then you go and cut me down. But wait, you tell me that you're sorry, didn't think I'd turn around.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nny。大家一开始哈就看到这些墓碑哈，什么意思？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然后刚刚配的这段音乐，叫做 Apologize，Apologize 就是道歉的意思。It is too late to apologize。啊，现在道歉为时已晚了。其实很多这些项目突然就是关闭了。啊，突然就跑了，连歉意都没有，然后 EXP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交代哈、啊。那这里应该还少一个 FX Trading。我觉得配上这个音乐哈、啊，挺讽刺的哈、啊，挺讽刺的。很多项目连一个道歉都没有，他们就走了，带着会员的钱走了。OK， Tesla。Winzy, Statum, WWC， 啊，这边还有 FX Trading 没有出来 ，Julius 没有出来 ，OK， 那其实我们做项目的哈，特别是在数字货币领域，从去年年中一直到现在哈，这些项目就是一个项目的一个高，就是高峰期，很多的项目都出来，啊，也是借着这个数字货币牛市来临的这个高潮哈、啊，很多项目出来圈钱了。那么我觉得我们所经历每一个坑每一次失败啊，我们是不是有总结经验？我们常说成功是失败是成功之母，这个是在小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有教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去总结了吗？我们知道将来我们应该避开什么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就是找到更好的项目，或者说更好的一个赚钱的方式。 OK， 我相信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意识的，很多人在一个坑里面摔倒了，爬起来在同一个坑里面又摔倒了。 OK， 那么我今天出这个视频的话，也想就是在整个这个盘里面哈做一个总结啊，让大家看清楚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策略去做这些项目啊，不管不只是项目哈，各种，我可以说在数字货币领域，所有哈，所有跟数字货币相关的，你不管是盘也好，你不管是项目也好，你不管是各种币啊，各种链，或者说你自己去炒币，其实都是一种赌博。我希望大家认清楚这个本质哈。如果说你经历了这么多次失败，你还没有认清楚这个本质，还天真的觉得啊。哪个项目能够走长远到跟你一辈子走下去的，那我奉劝你在没有认清本质之前不要进来做任何的项目。 OK， 那个风险须知其实我每一次在录视频之前都有给大家看，但是很多人他不以为然呢、啊。好，我们看一下这边的重要须知。这个就是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应该都有知道，我每次都会有提醒，真的，我现在今天早上还有看到，就是有一些中国的朋友在 EXP 的这个群组里面有留言说，大家的血汗钱从去年2018年9月份进来到现在啊，没有多少人取过一次钱，然后又说是现在没钱上学，没钱给孩子上学了。
很又是借贷又是借这个借那个，我觉得很震惊很惊讶，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大家都不知道风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把自己救命的钱也放到这个投资平台里面。我们一直说投资必须是你能够承担得起损失的钱，当你做这笔投资之前，你先想一下，如果这笔资金明天突然没有了，你会怎么样？会影响你的生活吗？会动伤筋动骨吗？如果不会 ，OK， 那你投进来。因为我知道每个人的这个财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本身资本比较雄厚的，那么他可能投得多一点。那有些人根本就没什么钱，还要去卖房卖车借贷，把钱投进来。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控制住你的贪欲。其实，任何领域都有二八原则。那么那80%的人为什么不赚钱？第一个时间点不对，第二个太贪了。从去年9月份到现在，竟然没有取过钱，我觉得很可怕。一年时间复投，确实复利是相当于原子弹一样有很有爆炸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平台是银行吗？你可以完全放心的把你的钱一直放在这个里面复投吗？我觉得特别震惊，这么长时间没有取过一次钱。因为我们这边像我复制给伙伴，就是说当你复投到3个月的时候，或者说你的本金翻倍的时候，你开始取把本金取回来，然后你的利润可以继续在里面滚动。可是很多人他没有这种策略，他就把这个钱放在那里当银行存款一样就放在那里。我觉得做任何投资，自己对自己的资金负责，不要去当你出事的时候然后开始怨天尤人，开始哭闹。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人所具备的一个状态哈。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什么叫风投？风投风险投资呢 ？OK， 当你把钱放在这里的，放在平台的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做好心理准备，钱可能第二天就没有了。OK， 那么这里哈，我再次强调，天底下没有一次投资一次就富有一世的投资。很多人他把钱放在一个地方。平台出事了，他就觉得不行，受不了啊！我放在这里，我必须赚钱。做任何投资，至少不赔钱的是穷人做的梦。OK， 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投资心态，请你不要推荐其他人进入你投资的项目。那么就好像EXP 一样，很多人就一个劲的复投。那么当然复投的话是因为贪心，那团队长并没有及时的提醒他，哎，你可以停止复投了，你要提现了。为什么团队长要有某些团队长哈让会员一直的复投？因为不复投他们拿不到奖金啊。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恶性循环。好，在投资领域你并不是赚不到钱，而是你没有用对策略，第一个哈。第二个，你没有输的这种心态，你没有正确的投资心态，所以你会一直输，就这么恶性循环下去。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经历过的那些项目。其实我目前手上的项目啊，我自己做的项目其实也会一个一个的接着消失了，但是我不会说在某一个项目里面做得很信仰，或者说完全的信任的100%的把自己托给某个平台，这是不会的啊。我也有经历过 EXP， 我也有经历过 FX Trading， 但是同时我会提醒大家什么时候该提现了啊。我会提醒大家不要一味的复投，不要贪心。好，我们来首先来看一下哈，刚刚那个图片里面那几个平台。其实我之前都有提醒过大家。好，这个是我的 YouTube 频道，这个4个月前哈 ，Tesla 刚刚进入中国啊，那个时候应该是刚进入中国的哈，我这边就已经出了视频。Tesla 考察，
合法性如何，有圈钱行为吗？这个是中文的，然后还有一个英文的，英文的当时达到了7800次的一个观看啊。这个是就是很多老外都有投在这个平台啊，7800次。那当然也有人，很多人攻击我呀，但是结果又如何呢？比较坏的。那我想来说一下为什么我没有参与，也就是说他这个公司本身他是不透明的，大家不要看就是你们看到视频上面的有什么创始人啊，这些人就这些人的资料你在这个 Facebook 啊，或者说在任何的地方就是网络上面你是找不到他们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他的历史的一个踪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可疑的。大家可以看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但是听了那段话，是你心里就会觉得比较有保障了。其实安宁公司并没有跟他合作，那这是第二点，我不可信的。刚刚第一点就是一个中央银行对他的一个警告，第二点就是安联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警告。OK，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从这些细节，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两点已经足以证明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欺骗，所以大家都不需要说参与进去，已经很明显了。但是很多人他是被洗脑的，对吧？他是被洗脑的呀，就算我说了不可以啊，这么多明显的那个谎言在里面，但是有很多人他不愿意去相信，他宁可自己欺骗自己。因为 Tesla 确实他的分润很高，分红很高啊，他是属于 HYIP。 你看他觉得他能领到手就说明这个公司是好的，OK， 所以这个是 Tesla 哈，当时这个项目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发了视频，提醒过大家，而且这两段视频的浏览率是非常高的，已经算是。OK， 我们再来看一下，看一下，等一下，我们这个是 Tesla， 我们看一下 Winzy 啊。Winzy 我当时也有提醒过大家啊，透明性不高，不要去参与。好，这个是我看一下，5月18号当时有一个人问我哈 ，Winzy 啊，我这边有回复他，用利用中国好声音做背书，其实很假哈，很假，但很多人他不会去分析，包括老外。他竟然拿去就是 YouTube 上面去讲说在中国是被承认的，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其实很好去辨认的呀。这个是我4月20号因为在 YouTube 上面我就跟那个老外说了这个不是官方的哈，老外竟然以为中国好声音一个小地方的选拔赞助全国性比赛的，我忍不住告诉他，只要有钱骗子公司都可以在小地方赞助，但是别以为是赞助全国性的比赛，那个是需要政府部门批准的，那个因为他那个赞助只是在云南的一个很小的镇上，真的只要给钱就可以赞助的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很好辨认的，但是很多人他不会啊，他喜欢看这种包装的东西。好 ，Tesla， 我提醒过 ，Winzy 我提醒过，再来看一下这两个我是没有参与的哈，不说。这个 Worldwide Capital， 好，就是我们的 WWC， 当时在中国也是很多人去做，这也是一个 HYIP。好，我在5月28号的时候，在我的群里面有给大家挖了，这个我没有录视频哈，挖了 WWC 的谎言。像瘟疫一样传播哈，暴力项目听说比 Tesla 还暴力，因为我没有去仔细的去研究它的制度，我看项目首先看的是透明性真实性，而不是看它的制度，制度是最后再看。好，这边说是加拿大银行的，
但是它的盖章并不是加拿大银行，而是 TD Bank。那我们把音乐先关。好，这个地址啊，地址也是假的哈，也是假的。然后啊，这个外汇交易也是假的啊，这边都是假的。当时是我在群里面有做了一下分析，财务报告这边都是在网上抄的啊，抄的都不是他自己的。然后这是他的宣传片，这个人 CEO， 这个之前这个人是这个平台叫 Fix Club 的。平台的这个宣传片也是这个人，好，已经垮台了，地址也是假的。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 statum， 我在群里面也提醒过大家哈，顺便说一下，有一家中国的公司叫 statum global， OK， 在招国际会员啊，这家公司声称自己在香港有办事处，还有地址，有人去过那个地址查看了，根本就没有哈，是以中国银行的办事处。所以其实看项目呢，先不要去看它的制度。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就是宣传项目给人家发资料，全部都是制度，哎，我看了都头疼。我们首先看的是它的真实性，好吗？你只要有一点谎言啊，就像这个 statum， 那地址都是假的，还看什么呢？什么都不用看了啊，明显的骗局。这个也是 HYIP 的一个项目。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EXP 我们最后再说，再看一下，我们看一下 Julius 啊 ，Julius 是一家爱尔兰的哈，当时我看了跟这个 Tesla 的宣传模式很相像，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啊，人跑了 ，OK。当时是这个是在几月份的时候我忘记了，六月份的时候 OK， 但是有朋友让我查，我说查不到，老板的背景也没有，服务器说是2002年，但是我查了，就是有一种工具是可以查他这个网站的历史记录，在2019年4月份之前，这个网站虽然说啊，你可以查到它是2002年建立，就是就已经存在了，但是之前是没有任何东西的。OK。啊 ，Julius 声称自己的中介是 Fronti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rvice， 但是这家公司已经停止了啊。这个网站我有去过。OK。然后在这个伯利兹的网站上面查不到任何的东西，因为Julius 当时有把一些注册文件放在后台。啊，我觉得一家公司哈，你如果说放出来的东西越多，其实你被查的，就是你破绽会越多。因为我比较喜欢去查这些细节啊，然后后面 Julius 有删掉了一些文件。OK，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假了，很假，一点都不透明，他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好，你再来看一下。好，这里是我在群里面确保好给大家再次提醒哈 ，Julius Tray 类似于 Tesla 的推广方式。OK， 这个群主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就停止了，停止宣传了，已经发现问题。好 ，Julius 的视频我看过，你看视频里面的窗户外面的建筑跟 Julius 提供的地址环境是不一样的。从他的 Facebook 里面看，都是他的内容全部都是各个国家证券新闻抄过来的，然后只放了一个到重庆的一个活动的照片，六月底在重庆，这个我知道的。但是有什么公司，有什么平台，有什么理由就直接来到重庆，来到中国，而在国际上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一些活动呢？啊，你觉得这个平台能参与吗？肯定不能的呀。啊，很多人只是看这个宣传片觉得很高大上啊，不会去观察细节，我们要去看背后的东西啊。一般那种很高大上的宣传片我都不愿意看的。好，这个就是 Julius 是在我是在
六月份的时候啊，知道这家平台啊，有人跟我推广，是老外直接跟我推广的，然后中国人陆陆续续的也进来了，然后找到我，让我帮忙查这家公司啊，这个是我当时查的一个结果。那么这家平台在上个月，也就是九月初的时候啊，网站关闭，人跑了。嗯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FX Trading。5月22号 FX Trading 我是4月份进的吧，因为、我是没有怎么去推广的、觉得它不太透明，它只是说作为我的一个分散的一个投资选项、大家一定要记得分散投资 分散风险，有些项目、只要它模型好的话，我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分散的一个来源，但是不能沉迷于在里面。5月22号有人找到我、这个是我的回复FX 太高调了，就是玩数字游戏的，我个人不怎么推荐，我是分散投资的机器啊。我如果你想赌一把，你可以放在 FX， 机器人交易不一定是真的，你无法证实是真的啊，因为后面有很多这个 FX 的网盘我都看了，他们的那个交易的就是数据交易的这个 ID 号啊，几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它其实只是一种镜像，做了一种软件，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交易啊。如果说有真实交易，为什么公司不能把账户后台打给我们看呢？打开给我们看，对吗？所以有些东西很容易去分辨的，很容易去分辨的。你跟公司去，其实很多人他不想去，或者说他觉得，哎，我反正就是做投机的，管他真假。那如果说你是带着这种心态来的话，请你不要做市场 ，OK。好，这个是 FX 的，我在五月份的时候，这边大家看，五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醒了啊，不要进了，不要进了。FX 应该是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出事的，七月七号开始正式停止招会员，正式停止发分红啊，现在当然是每个月20号给你发一次。基本上能退本哈，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啊。但我不能感激他，我不会感恩他啊，毕竟是偷了我们的币。然后还有 GCG 哈、，GCG 这个也是啊，这里1.1万次观看 ，GCG 我也是在因为身边有朋友要投嘛，所以当时我也录了个视频。当然我对东南亚的盘基本上是不去考察不去看的，因为水太深，基本都是外汇盘嘛。所以当时就有发过视频提醒大家哈，提醒大家。OK， 然后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EX。好，我们来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公司能加入吗？大家自己想吧。因为大头前在撤离，要把钱分一下了。那这些都是内部他们故意放了中文是什么意思？大家应该很清楚。请注意，相关针对举富集团违反欺诈的指控，举富金融没有与杜高斯贝银行或杜高斯贝银行、这个就是这个其他和。这个就是杜高斯贝，他宣传说自己跟杜高斯贝银行有合作，但是杜高斯贝的在官方网站上面已经发出通知，他并没有任何实体合作。所以你光是从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击破，任何一个细节都可以告诉你不要再去合作了，不要再去投钱了。何况我后面还找了很多的细节证明他是撒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EXP， 好 ，EXP 其实我就是每周的更新哈，每周都有一个各个项目的一个更新。那 EXP 的话，我在应该在五月初的时候四月初还是五月初我忘记了就已经发现这个提现开始变慢当时就有出视频给讲过有些会员当然比较醒目一点，比较聪明一点的就已经开始谨慎，开始提现了。那么我在5月29号正式发出通知
正式发出通知 EXP 的会员们，建议本周开始不复投，开始提现，不做对冲，自己直接提现比特币。本周开始先不要复投，全部提现，不要问我为什么。 OK， 目前我也暂停收 EXP 会员，暂时停止。那个时候五月底开始，我是全面停止接收 EXP 会员了。 OK， 那如果说大家哈有听我的话，五月底开始提现到八月二十号啊，你之前复投的应该全部，就是你本金应该肯定能回来了。如果说你之前是一直复投的话，然后还能赚一点，但是好，这个是七月八号的时候，我再次提醒，三个月复投差不多要开始要提现了，不要一个劲往复投。你们没有风险意识是很可怕的事情。OK， 因为七月，这个是七月八号啊，七月八号，EXP 是在八月二十号的时候说黑客攻击，七月份的时候，特别是到了八月份，这个提现的延长是越来越严重了，所以那个时候你们都还没有意识到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提现开始延长，收益开始降低，为什么都没有那种敏感度？那个时候就已经要提现了，不能再进人了。OK， 好，这边就是我之前发的视频，给大家讲一下 HRX。 从 Tesla 的灭亡你学到了些什么？当时也是，其实我们也有查过这家公司，我只问他要就是 PPT 的公司介绍。然后哦，这个是入金的，这个当时我入金之后没有马上显示，他就帮我解决。OK， 好，这些话的话一看就是，好，其实我时不时的都会去做一下总结哈，哪些平台应该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做，可是有些人根本就看不懂。然后这里啊，这里我是在九月份八月十二号发的。啊，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哈，我发了个视频。Tony， 刚刚那视频里面都有，然后再次提醒哈，也很好啊。当时再次提醒的这些项目当中，好，来看一下哈，刚刚我也有给这个 EXP 发邮件哈，我的这个提款是没有收到的，啊，刚刚发的，啊，十二点多发的。是上周一的提款，后台已经显示完成了，但是其实我是没有收到的。然后月二十七号，啊，这个是我刚刚的邮件嘛？然后他没有任何的解释啊，他就是给了我这个哈希值，给了我。你看我发的还蛮多的啊，五月八号，大家可以看一下啊。withdraw issue 这边5月2号开始，好，5月2号开始就已经我第一次发出来的邮件就是提现问题就开始了，那个时候8月12号我提醒的，好，再次提醒有问题了，8月20号就黑客攻击了。 OK， 好，刚刚我们说的，好，我的这个项目盘，什么叫项目盘？就是每天哈，每天他给你就是波动的分红也好，固定的分红也好啊，这个项目盘，刚刚给大家看的啊，那些出问题的啊，都是些项目盘。好，我们还有一种叫钱包啊，钱包的话，我的原则是所有的钱包都不能碰哈，因为钱包你根本就没有利润来源，所有的数字货币领域说什么。还有 AI 技术、机器人搬砖套利哈，99%都是假的，不要信，不要信，没有什么真正的利润来源。然后这里的话，两个月之前的话，我有发了视频关于 Cloud Token 跟 Ubank。好，大家好，我是 Conny。好，这个我们是从云钱包开始说哈，云钱包大家都知道哈，它分的是这个 CTO， 就它的这个。是16Z 的回复 ，No, we are not。
没有，我们并没有跟他合作，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包括他的这个，然后这些人还是假的哈，人都是假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些谎言的时候，你还想继续吗？我是不想继续了啊。这些都是包装出来的，嗯，因为我做项目是接受不了谎言的。你要不就别让我发现，让我发现了，这个就太明显了，这个技术太低了，这些人物都是假的，这个人嘛，连个真名都没有。大家想具体了解就是 Cloud Token 跟 Ubank 的问题的话，可以去搜一下我的视频吧，啊，大家可以去具体的看一下，都在 YouTube 上面。那这个 Plus Token 是鼻祖哈 ，Plus Token 我在4月20号的时候，啊，就也提醒过大家不要去碰 Plus Token。那，这个5月7号的时候，服务器查询，这些东西其实你一查，你很多人他不会去查，不懂得去查，人云亦云啊。然后这个 Plus Token 太高调了，涉及的金额太大，而且关键是它的背后就是中国人，所以啊。公安局不抓你抓谁呢，对吗？这个项目迟早是出事的。 OK 啊，所以我们刚刚说了项目盘，然后这个是钱包盘，然后还有我们的链盘币盘哈，链是什么链，这个链那个链，很多人跟我说什么国际的链啊，又是这样那样的，我说那你给我国际上，你既然是国际的链的话，那英文资料给我啊，也没有。还币也是各种的币，这种山寨币哈，不要去碰，除非你有一手资料。有很多人说，哎，他跟项目方有一手资料，这个人也跟我说，那个人也跟我说，那请问谁到底谁是一手资料啊？你所说的一手资料，可能手就是别人跟你说的一手资料，可能是传了好几手了，那必定是有人要接盘的啊。这种赌博，如果说你没有啊，你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啊，第一个。你可以控制住你的贪心，第二个你能够真正有一手资料的话，那么你可以去尝试。一般来说我是不会去做这种山寨币哈，我只对比特币是有信仰的啊，好好的囤币，好好的赚比特币。 OK 好，然后币我那个前两天有一个叫 ATC 的啊，我顺便就提一下吧， ATC 说是亚视的总裁站台的哈，他那边就是香港亚视嘛，啊，香港亚视站台的，然后搞的一个区块链。但是当时我第一感觉就是说，香港亚视搞区块链这个没问题，但是你搞模式币，好，你搞模式币是不是有问题了？模式为什么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搞模式？一个正常的一个传统的一家公司，为什么突然改成模式了？说明什么？没钱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查的东西。好，这个是我当时查了一些资料哈，就很简单的查了一下，我没有去深入的，因为我不想去看它的模式，我也不看它的模式，我只看它的真实性啊，跟它背后的原因。亚视2018年3月份由邓俊杰接手，以数码形式复出，一年期间2次裁员，他复出是以数码形式复出，但是一直都没有盈利啊。2月份有新闻报道，给员工发工资都困难，包括亚洲小姐啊，亚洲电视，当然它是上市的，这个是没错，但是很多人就拿这个东西去宣传，这个没有意义啊。像财务公司谢氏财务贷款翻个亿啊，5000万元作为运营资金啊，并提供币供股的方式集资。2019年7月份啊，投资了天王链及餐饮、新零售、休闲娱乐综合发展的一个区块链商业生态圈啊，目前进展未知。那这个是没问题的啊，正常的一个区块链，它是利用区块链的技术啊，一个生态圈，我觉得这个是 OK 可以的。但是突然又出来个什么 ATC 一个模式币啊 ，OK 2018年。我们在这个 PPT 上面也有看到，他说跟深圳广播电视台合作协议合作，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了，我觉得应该不可能呀，对吧？深圳广播电视台是国家的一个国家管理的一个企业，怎么会跟他搞模式呢？好，根据我的查阅哈，
签署了无法律效应的协议，协议规定两个月之内，这是2018年6月份的，两个月之内需要最终协议，如果未完成就会自动终止。好，目前没有看到深圳广播电视台与 ATC 有什么关系。当时的协议是业务范围是成品布料加工、印花这些啊传统行业、传统的贸易、放债业务啊、证券投资啊、媒体文化及娱乐业务，跟你的 ATC 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关键是在 PPT 上面竟然说，竟然有这个跟深圳电视广播电视台的这个图片发出来了，而这张照片哈、啊，基本上我可以肯定就是去年的，最终并没有达成协议，所以这些都是包装哈、啊，包装的成分很多。然后前两天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正式启动嘛，啊，还有一些明星唱歌啊怎么样，我而且都是一些过气的明星、过时的明星，关键是。明星唱歌又怎么样，只要有钱就行，所以我不太感冒对这些东西啊。深圳有办事处，那我也查过刚刚建立起来的啊，他在深圳没有注册正式的公司啊，这个就是弊啊，弊就是这么样的啊，就是圈钱嘛啊，就是圈钱嘛，所以当然我不能肯定说 ATC 它是不是也是冲着这个目的来的，但是你走模式在中国区域内它是不合法的啊，这种模式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所以不要跟我说什么、跟什么深圳电视台合作啊，什么合法呀或者怎么样，这个东西我不敢绝对的说什么，但是至少我不会参与啊，这种包装成分太多了。OK， 好，我们刚刚说到各种各样的项目哈，项目盘啊、项目圈的、币圈的、链圈的啊，然后钱包盘，就是各种各样的。其实我相信大家经历的坑也很多，然后就有人很多人就问我，那到底应该怎么看项目？其实我刚刚给大家看的我之前怎么去审核项目，怎么去。啊，揭露一个项目从哪几个点，其实就总结下来也就是这几方面，对吗？所有我再说一遍，所有的项目都是盘，都是资金，可以说都是资金盘，只不过说啊，它的透明度如何，也就决定了你这场赌博的赢面大不大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所有这些模式盘的本质是什么，不要天真的以为我把钱放在这里我就一定有的赚。好，大家一定要有策略，要控制好你的资金的一个进出，你的一个进场的时间点。好，第一个时间点非常重要，时间点非常重要。那么为什么我后面 EXP 啊 FX 都没有说让别人注册进来了，就是因为时间点已经过了，就是因为时间点已经过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透明度不只是说利润啊，利润来源透明，有人给你看利润来源透明度，不是说你看到的就是正确的，你一定要去查，包括人物啊，有些项目就是什么时候起盘的项目，就是什么时候人就出来的，这个创始人啊出来了，但是你连他的背景，连他过去所有的一切你都不知道，很大可能性就是他只是一个站台的啊，这个也不要去相信啊。还有公司啊，公司。但我觉得人物的透明跟利润的透明是比较，就是比公司的透明就重要性要高一些哈。公司至于你公司啊看不看公司，是不是公司有个实际的地址在那儿，其实这个都已经很不重要，不太重要了啊。当然你如果说有时，因为很多人就问我，哎，你有没有考察过这个公司，你有没有去实地考察，我说有人去考察了我干嘛还要去啊，对吗？因为在这三方面而言，公司的这个真实的存在啊，在哪个地址的存在啊，是对我来说是最后排在最后的哈。我只要确定他的人物的真实跟利润的真实，然后公司的真实啊，大家有人愿意去考察的话，那我觉得我借用他人的眼睛去看就可以了啊。我可能不一定会特别过于强调于说我一定要去公司考察，一定要去看公司的真实存在，其实没有用的。就好像那个我刚刚说漏了啊，有几个盘啊，我之前也跟大家有说过 MMC 啊 ，Magnus Capital Center，
Magnus Capital Center 也是我之前揭露过的哈，这家公司在希腊，有人中国有会员去考察过呀，但是又如何呢？他该骗你的还是骗你，他该套路你的他还是会套路你，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 OK， 然后控盘机制哈，我们还要看一下他的控盘机制是怎么样的啊。你像啊，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给大家推广的这个主力推广这个 CFX， 那我也会另外出视频去讲解它的控盘是非常的巧妙的啊，包括现在这个VCI， 当然我不能肯定的说啊他们能走多长时间，但是最起码在目前来说，在目前这些项目来说啊，这控盘机制都是很不错的哈。首先你要有利润来源啊，然后再加上你的控盘，如果说你光是控盘好，你没有利润来源也是无补于事的哈，时间长了一样的这个泡沫消灭不了。比如说这个 FX 它完全就没有利润来源啊，对不对？好，最后一个就是创始人的一个初心，如果说他一开始就奔着这个结局都给你规划好了结局啊，怎么去收尾，那么这种公司的话哈，大家也不要去进了哈。创始人的初心，当然创始人的初心这个东西不太好去把握，需要你去跟公司创始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沟通，去跟他面对面沟通，可能才会感觉得到的。那么我现在做项目的话，基本上都是尽量的去找到公司创始人，去跟他做一个真实的一个沟通，面对面的一个沟通。当然我们只是说在视频上面，最起码我能感受得到，对吗？啊，我会看着他的眼睛说话，问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OK，好了，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的话我就讲到这里，那也希望大家哈，从我的视频里面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啊，切记所有的项目它只是一个盘，你一定要认清这个本质。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在这些盘里面啊来周旋，来正确的进入，找准时间点进入然后再出来啊。我觉得如果说大家跟着这个思路去走，跟着节奏走的话，我相信大家是能够赚到钱的啊！不要太贪心。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对于你们来说，第一个时间点，第二个不要太贪心，贪心会害死人的。大部分在项目里面啊，就是损失比较严重的，都是大部分啊，都是因为自己太贪心了啊，看着里面的数字着迷眼。OK， 好了。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也谢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观看，好，谢谢。